今天是獒犬来了，关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等你等了多久？我上次来好久了。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传说。什么传说？就是我跟他们说獒犬要来的时候，他们全部人就这样。你知道他们上次说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他们上次獒犬来的时候，门口有很多粉丝送食物来。所以是期待那个，他们吃得很饱，期待应援是不是？对，打给粉丝。所以他们就说，獒犬的粉丝非常多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哇，獒犬终于要来了。因为你上次来的时候应该还是很久以前吧？对，那时候有一个戏要播，然后来宣传啊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键盘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摄影棚哦，就是差不多啊。可是他就是在一个电脑前面聊聊天。哦，对，那时候也不是你。那时候应该你都还没出道，对不对？我根本还没出生吧？两三年有了，也蛮久了、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在干嘛。你这头有点面熟哎，这跟你有点像吗？你好像比我好看。你的是彩色的，比我还屌。跟你好看，比你好看算容易吧？容易。什么意思？没有、你是彩色的，可是你的头讨论度非常的高哎，对，还蛮好玩的啦。毽子头你真的是毽子，我那个不是毽子我们就是弄得有一点好笑这样。看一下，而且我绑很紧我不太能动。真的是毽子好想踢哦，好想踢你的头。而且刚刚那个姐姐在帮我绑这个头的时候啊，因为她这个很容易动，所以她弄了很多很多的发夹，她夹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很痛，然后她就问说会痛吗？我就说有一点，我以为他要帮我放松，你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？他说啊，那你就忍耐一下。我就说那问屁呀、啊！我发型师也是这样跟我讲。那就不要问。知道我的痛苦了。对啊，好，这次是有那个新专辑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我新专辑《Transform》，然后是一个完整的专辑，十首歌，主打歌是《I'm the Best》，你会跳了吧？会。你要先跳一个我看吗？我上次跳了，你回去有练习吗？我刚一回家，我马上把你的歌删掉。是啊，太难了，是不是？太难了。不过你上次跳得很好啊。因为我看了你上各大节目都有教大家跳，有。我觉得我的程度大概跟郭靖差不多。郭靖还不错啊，郭靖。因为我看真的太难了。我觉得今天你要比上次进步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其实我今天蛮想玩滑板的，因为我看到你玩到狂跌倒，笑到不行可是我觉得你玩板子会一直断对，好，还是跳舞好了，还是跳舞好了。OK 啊，我们先分享一下直播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就全场安静，我也来分享一下直播。要全场安静是不是？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可以跟粉丝视讯的。对，今天很特别我们从送食物过来的，我们不会这么不要脸讲出来，可是我们就是暗示，你刚刚已经讲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刚好在附近，你又觉得说，就是我们很饿的话，没有啦，不要讲啦，你吃饭了吗？你真的有经过再说啦，好不好 ？It's OK, It's OK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等一下就是会有一个环节，我们会选出幸运的观众。那幸运的观众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跟你们玩游戏，然后我们会视讯，所以你要去。确定你现在是有穿衣服的状态，以及就是没有可能有些人在泡温泉，很想跟你视讯。OK， 在北投那边，对，我们就尽量不要。好，那如果说身材不错，也 OK 啊。能播吗？没，就是只要你确定你的状态是 OK 的，我们都 OK。OK， 就是你觉得你那样的状态是可以，就是跟我们连线视讯的，那我们就 OK 啦，好不好？我分享好了。好，你手机好慢哦。对啊，我怎么那么难用啊？你是用 3S 吧 ？iPhone 3S？ 没，我是最新的，好吗？我才6S 我是没有home键的这种你看我有多省，我很省你很旧我很旧，但我比你快，就是钱都拿去发片了。对，好，分享好了，分享好了。好，你要说什么？關關今天可以视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开放留言，就是说你们现在留言想对獒犬说的话，有点真情告白。会写在这吗？可是对，可是真情告白情况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，但是越谄媚你，或者是说越讲一些好听的话，我们就越有可能选到他们这样。你今天的妆比较骚因为今天是别人画的，然后而且真的是有眼影因为我刚刚超想睡觉，然后整个睡起来就变这样。有我刚刚。一来的时候说，关关，然后我想想，超职业倦怠。是獒犬本人在叫我吗？然后说不是旁边一些玉明哥什么，我就随意打个招呼。是我。好好好，
第一个你要先叫我跳舞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，我先跳一遍还是？我问你，觉得那个玉明哥会跳了吗？我觉得要看那么多次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每次都会上到这个棚里面。我有看鬼鬼的啊，他每次都会进来，然后他企图要叫你叫他 cue 他进来，所以是不是就是今天也可以进来？我觉得他可以。OK， 我觉得他可以。OK， 你先跳一遍，然后我们先看一遍。OK， 那今天其实我算是已经学过了，当然是真正的学生啦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我们刚好可以三人组对对对对。OK， 来吧。你跟你觉得每次都被我们欺负。你OK 吗 ？OK 啊 ，OK 啊，这个舞暖身一下、啊。你先跳一遍，哎，真的回忆涌现。这一整段了，就这种。好，欢迎玉明哥，欢迎玉明哥。哇，哎，如果现在转进来的人，会不会以为玉明哥是我们固定班底啊？哎，他很累，他被鬼鬼折磨，还要被我折磨，很难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是我们是个队形的。怎么样？我们跟着你跳啊。好啊，要再复习一遍吗？对对对。OK。手。这样这样。你上次也是这样，你每次都就一个大概啊，一个大概。这样、OK， 开开合开合，重复三遍就好。好，開三遍合好，然后左手抓着裤子，嗯，然后想象这个大拇指刀割喉咙，嗯，二，然后手举起来，二 ，popping， 左一下，右一下，要有正点哦。好，投篮，然后到这边。再震一下，好 ，OK， 还要往下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了，我们就先学到这。欸、你那头，我们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你戴的头感觉那个感觉比较会跳舞嘞。真的吗？那是跳印第安的舞啊。OK， 玉明哥 OK 吗？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戴那个头脸有变小的感觉。原来是你是这个目的。我蛮喜欢这个头的，我觉得 OK， 蛮好笑的。再复习一遍，快点，一二三，开合，开合。开合，刀子两下，二，收两下，二，左边一下 ，popping， 右 popping， 投篮 ，OK， 啪 ，OK， 好不好？放音乐，再往后一点，我还要直接要从头放，没事，我不知道，没，我们就好，差不多，快来，快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很酷啊，投篮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刚刚在干嘛？我刚看到谁、欸、跳得好一点，我有跟上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要看你 solo， 我要看你 solo。可是我不看你，我就不太会跳哎、欸。你不要跳起来，你不要跳太高。跌回跌，我会跌倒，我会跌倒。来，关关 solo， 来了，节奏节奏。好，差不多到了。感觉你在害羞什么啦？不是，我没有看着，我忘了。不是啊，这个真的不是太容易，就是、我知道。好 ，OK， 但你已经比上次进步了。那我们欢迎玉明哥 solo。哎、欸，你 solo 一遍啊！好，你看着他，你看他刚刚默默的就。好的。我们为什么要为难一个？好，先放一遍。哎、欸，不错的。那你不知道乱扭了，明哥。我给，你好，我们跟你跳，跟你跳。好，再次，尽量了。好。哇，突然。嗯，啪。好了啦，不要为难他好了。明哥，辛苦了。这首真的太难了啦。那怎么办？不，我们就跳到这了，好吧？好，跳到这。好，不要再随便跳。鬼鬼，你会跳吗？我有点忘了，我就学一个当下，当下敷衍一下，不然是一个这环节很复杂。OK， 你有很有心的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先选幸运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爱的留言哦。我觉得留言都太短了。对啊，就是就只有一句话就想要我们打给你。你们可以留一些那种
真心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哎，他就留蛮长的。我来念出来好不好？好。你是说邱和宝吗？对。哎，邱和宝，从棒棒糖时期就一直关注你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每次看你跳舞，真的跳舞魂都回来了。哦，所以他也是会跳舞的，他有跳舞魂。有可能哦。嗯，所以要私讯给他吗？好，那我们先选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私讯给那个小编，就是你的粉丝团上面有个讯息，你就把你的讯息传给我们，跟我们讲你的电话跟你的姓名，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联络。好，哎，好，然后嘞，再选两个。你怎么很喘啊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那时候好累哦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有人说跳。香港的粉丝也有，可以挑战快速版跳新歌吗？你们现在可以调，我们有两倍速的歌吗？你可以哦，可以试试看啊。你有试过吗？我上有在一个地方试过，但不是很顺利，有点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功能，有办法吗？欸，很多人他说小时候，大家都算是从小看你长大的。你耶？我也是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、欸。可是你都没变哎、欸。尽量啊，尽量保养啊。你几乎没有变，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天哪，跟电视上差不多哎、欸。电视上。就是以前看电视的时候、啊。那你觉得谁有变？我们那一群的。阿伟吧。变什么？变爸爸、啊。对不对？好关枪啊你。谁、嗯？小杰也变蛮多的。小杰。对。嗯。谁变老了？变老哦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们那一群其实没有，你们你六个来说是没有变的。我觉得最扯的是阿本几乎是就逆向生长。哦，可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出现了。但他会 po 照片，對對對對，我发现哦，他保养好好。对对。可你们那群真的是没有在变的。我发现是心态，就是不想服老就会不会变。可是脸啊，然后皮肤啊什么的。我每天是这样啊，我每天就是洗完澡，你保养，然后尽量保养，然后要倒立。不是倒立啊！你这样让头，不是说这叫倒立也太累了吧？就是让你的头倒过来，然后让那个血液可以流到脸啊、嗯。我不晓得是不是。所以你头会低过那个床还是什么？就可能你可能床嘛，然后你让头就是在那个悬崖边。大概要多久？挂个十分钟吧。真的，你会感觉到血液就是。那个十分钟你是可以边滑手机还是不行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这样玩啊。对啊，手机就会裂成这样。对，就会摔。怎么样？你有新手机票？臭屁！不好意思，摔了。等一下，你那只怎样买的吗？嗯，多少钱？28900。我们聊这么 detail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现在发我都会写，就是显示 iPhone 6。哦，对。然后就是他们就说我也太省了，把它关掉了，不要让别人发现，太旧了，太旧了。不然或者是你用我手机借你发一篇，就是你有在 iPhone 藐视我。算了，这又不是聊手机。好看一下还有什么留言哈、哦。有人问说头发要用很久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谁说？他说关关都大便哎、欸。关关都大便、這個這個，关关都大便，以前都好瘦。什么意思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有变胖吗？这逻辑是什么？关对他想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。可是现在留言的人是想跟我们视讯的人吗？还是他是纯留言呢、啊？就是他的状态是可以视讯的吗？有人说我也拿六 S 啊。哦，小编，我骄傲啊，是小编，我们楼上的同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一国的。嗯，哇，等一下啦，这个要怎么挑啊？对啊，好快啊，怎么办？你随便挑一个好了。蓝佩慈，好，这个蓝，很喜欢一直勇往直前向前冲的你。你的自我介绍歌词说过，只有继续奔跑，让这不是梦，让我们完全感受到你这一路来的辛苦跟努力。OK， 打给他。OK， 对他。好，真心，很真心。蓝佩慈，请你传私讯给我们，好不好？传到我们星光云的粉丝团，把你的姓名跟电话留给我们，我们会跟你联络。要私讯几个、啊？3个。3个，再挑一个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哎，哦，这个好了。好，他叫小乐，从棒棒糖时期就默默关注支持你到现在，加油哦，永远支持你。好，小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3个。好，传讯息给我们，我们待会请工作人员跟你们联络，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，我们会跟你玩个视讯游戏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们表现好，他就可以得到你的礼物。好，
好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有点忘了。我就发现你今天有点坑哎，不是因为我昨天没什么睡，你是最近很操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看着很累哦。好了，啊，醒来了，醒来了。哦，现在是什么？是如果随便会放出一个音乐，我们就要跳舞，是不是？哦，是 freestyle 吗？可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他们就是在放一些棒棒糖的，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又是老梗？因为上次玩过了、啊。我们一起来摇摆。你看不是？不会啊，贝。我不会、欸，我也要跳吗？我不会跳啦，就恰恰。应该是这样吧。我觉得你最后有一个精髓，有那个噔。啊，鼓不了杯啊。有啊有啊。哎，你刚刚没跳。我不会啊，你会舞好多。那再来再来。我要跟你啊。Free 一下。好。让我们一起来摇摆。一样的。下一首。这是什么歌？什么、啊？算了，也不是猜歌，我们就是照跳就对了。什么？啊，孤单芭蕾哦。跳芭蕾。神经病啊！好好好。还有什么？还会一直发，那还。随时。的，这个是他会控制我们的，好好好，我们不能控制音乐。所以大概知道他。对，大概知道他的路数了。Okay. 哇，这么随机哦。所以你今天一放，我们就要。哇，他可以控制全场的人哎，压力很大哎。好，那我宁可放他放些棒棒糖的歌。你会跳是不是？我还比较会跳。放那个孤单芭蕾太难了吧？刚刚我们两个都傻了。对呀、啊。你、嗯、突然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最近一直在跳这首。无限大的奇迹，我也忘了啦。做自己，善良的发光你。怀旧又怀旧。无人能敌。好。是第一个游戏回来玩游戏了，太突然了，而且它真的是很突然哎，很突然。好，第一个游戏是测谎机，你有玩过吗？看过吴英姐玩过，吴英姐有被电哎，这真的会电啊？你怕电吗？我怕电。那我们要改成震动了吗？还是你可以用电的？它还可以改惩罚模式哦、喔嗯。对，电好了。好，不是先电一次，如果你真的太电，我们就改成震动。但我不要说谎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好。我不会说谎。我看这个东西呢，是先测一下你的心跳，然后你是手先放上来，就是他如果先感受到你，戴戒指会导电吗？哦，可能会哦。那你不要戴好了。这样子吗？不是套进去。套进去。他先感受你正常。要压这个东西吗？或者说有点害怕？就是这边碰好像。嗯。还没，一开始都还没。哦、他现在还不会，他现在只是要先测你正常的时候的心跳。Okay.然后呢？如果说我们答问你问题，你就会回答嘛。嗯。然后如果你心跳太快，我们就会叫你说谎。那它的分辨怎么分辨？听声音。没有，它就是你说还有没有说谎吗？说谎的时候它就直接点你。啊，如果没说谎，它就叮咚那过关。它怎么知道我有说谎？它那个是多少？看你心跳，就是因为刚刚已经固定你的心跳了。但是我说谎的时候心跳都很慢啊。那就是就看它的分辨，它是万能的天神。好，来吧。好。那虽然示范一个问题，等一下网友可以问问题。好，你们有人问问题吗？好，等一下网友可以打电话进来，荧幕上有电话55556366，然后呢转6381，我再讲一遍，就是客服小姐会生气，所以一定要转6381，一定要转6381。就是如果你给那个总机接到，他就会打来骂我们，说你们又办这个游戏，不要让他发现。之前都被骂吗？对对，他就说你们不要再把电话转过来了啦，要把分机打清楚，6381，6381，好。第一题，你觉得你的新歌是好听的吗？我自己觉得好听。好，哎，这没什么好说谎，这只是一个示范。啊，对。好紧张的。其实这声音就让人很紧张哎。然后呢？啊，哦，你自己就是过关了。过关了，对对对。哦，他需要对一个时间。刚刚那个叮咚就是说啊，你自己觉得好听是对的。OK， 好。香港的人可以直播留言吗？可以。啊，好好，不然你可以啦 ，Maggie， 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有问题要问敖犬吗？嗯、好，我先问一题。好，我真的蛮想问的。你觉得你比较帅，还是邱胜翊比较帅？我。哎、欸，他刚刚嘴软，有想了一下，可是想说在那测谎。好，先不解释，先不解释，先看有没有说谎。我要摆出那种，对我就是没说谎。
就你真心的觉得你比较帅吧？真心的觉得。他来过了吗？他来宣传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你也问他这些题。好，我们到时候来问。他一定会讲他自己。那你刚刚本来要解释什么事情？哇，嗯，没有，我刚刚就是要讲这个事情。你就说、啊、你想问他有没有来过？对对对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欸、有人说七棒里面就是七棒是哪七棒啊？加 Andy 哥吧。对呀、啊，哪有七棒啊？这问题本身不合理啊。OK 啊。好，这电话已经会响了吗？有人打进来了吗？好。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喽，55563666转6381。这个测谎机根本就不会电了。没有，一开始都这样，他是先跟你当个朋友。好，好来吧，再来。好来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你觉得你好笑还是威廉好笑？来了吗？嗯。我觉得我比较好笑。好。其实哦，这有没有说谎，我们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好不好笑，我们不 care。对啊，你想问一个比较 care 的问题啊？哎，你刚刚有答应他让他问啦，因为他刚刚是香港来留言的，他说哦，什么时候你要生小孩？可是这问题要问是非题，不然五年内有没有可能结婚生子？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五年内有没有可能结婚生子？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老实哎、欸，因为他有在记者会，五年我就快要40哎、欸，还不赶快生？而且有在记者会上说过，说你是不随便承诺的人。对对，哎、欸，你有在看、欸？我有看，我在 follow。你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这个，我看目前没有人整集都没被电到的、哦。就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哎、欸，五年内应该可以生吧？可以啊。对啊，五天内也可以啊。因为那个活动力会越来越少。对，因为你怕不好生。不好生。而且可乐都不能再喝。对呀、啊，不然你越来越少怎么办？哎、嗯，是、欸、不？这电话是坏的，是不是？还真的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啊？喂，Hello， 喂，还是有人可以试打看看？快点打来，55563666转6381，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哦。哦，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歌手还是演戏？我喜欢演戏。好。其实这些问题是没什么好说谎的，因为他就喜欢演戏，说这个谎是要干嘛呢？对啊，这个 不太是说谎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、欸，你这个今天诚实到个不行哎、欸！你们没有，就是全程都没说谎，有一个奖品的。可能我知道，如果全程过关，你的那个 iPhone X 给我。好好好，听到了。不可能有人全程过关的。可以啊，我马上要过关了。哎、欸，旁边有没有问题要问？你有没有问题要问阿全？这是摇头哎、欸，好，我们等电话，等电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绿灯，有绿灯了。绿灯就是。喂。喂。喂。等一下，我听一下。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可以。哦哦哦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台南人。哦。啊，你我妈怎么称呼你？南哥。伟哥。伟哥。伟哥，伟哥。啊，你喜欢敖犬很久吗？还是？11年了。哎、欸，男粉丝、欸、那蛮久的、欸，就是看棒棒糖长大的是吗？嗯，对啊，自己也老了，不用跟我们聊天，不老不老、嗯。好，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敖犬？哦，想要问说敖犬跟六棒里面谁最不合？哎、欸，他很会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就是，那我们可以只选一个吗？还是可以多选几个？你说搞不好跟很多人不合？好啦，随便选一个。我也不是不合啦，就是啊，就这样好了，比较没有那么熟啦，哦、好不好？这样就我们那六棒里面，对对，就六个里面现在没有那么熟，这样好不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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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？问题合理一点。我跟小玉，因为小玉比较酷啊，但是他你跟他比较不会讲那么多话。好，按喽按喽，但没有不熟啊。好，完蛋，我觉得我会电。这没有好，哎、欸，有点痛哎、欸，有点痛哎、欸，有电吗？有，什么感觉？就是颤抖了一下啊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得到你想要答案了吧？嗯，他说谎哎、欸，他对、啊，我说谎了，对我被电了，所以你不高兴，还是说你想知道真正的答案？我想知道真正的答案。这么难缠的网友啊！我觉得他是工作人员办的，赶紧把挂掉啊，把挂掉。
真的吗？我觉得先帮你挂好了。好了，谢谢。反正因为他不是粉丝吗？打电话进来的人是不会有礼物的嘛，没差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对，那就无所谓。他是真的粉丝吗？不知道，看不到。怎么会那么会问问题？而且怎么会那么尖酸刻薄啊？我等下等下的问题，我先问我，我过滤过，好不好？他叫我挂的。先，我先过滤过。好，这个不错，快手放上来，手放上来。放。以前看棒棒糖的时候非常想问了，有没有曾经跟黑社会妹妹恋爱或是暧昧的过？我不用讲人名，你就说有没有就好。没有，这题蛮精彩的。我觉得我要被电了。所以有哦，有很痛哎。好，我先改震动，我们等下先不要去电了。这个就是震动，对不对？你这跟那个雨板那个电差不多哎。电笔。我看到你电，我虽然有点心疼，可是我守住我的 iPhone 电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刚刚是因为心跳加快，还是说真的有一点点暧昧啊？我一直在回想啊。对，就数不出来。屁啊！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。Andy 哥在看，不要。好，还有人打电话进来吗？有吗？电话没响啊。好，要等他亮灯是不是？好。亮了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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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。一个女的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芝芝。芝芝你好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敖犬吗？我想问敖犬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棒棒糖，那敖犬真的有跟他们不合吗？这刚问过了啦，刚刚上一个不是问这一题？对啊，我挂你电话喽，你换一题啦，换一个比较温和的，比较温和的。我可以回答 ，OK 的啊。你这样我不回答，好像我比较奇怪。不是，因为刚刚是题目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敖犬跟谁吵过最严重的架？这个可以啦。好，手放上来，手放上来。我们先改成震动，我先调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回答，不是说谎的，我一定会讲真的啊。开始在解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测一下心跳，平静。对。我要平静。多久？好。你跟谁吵过最严重的一次架？我跟阿伟。好。就是实话啊。那次吵什么？不想讲，太最近的事吗？还是很久以前了？进棒棒糖前几年了啊。好，进棒棒糖前没有吵架。好，进棒棒糖后。好，好，时间点差不多了。不重要，吵什么不重要，有吵有吵。好，过了都过去了。答案满意哈，满意。哦，不是哦，怎么？哎，你哦怎么？我很诚实哎。好了好了，先这样了，先这样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有一个问题蛮好笑的，有没有不爽过哪一部戏的工作人员？没有啊。对啊，这还好啊。好啦，你敖犬，你最近有生气吗？他们都很在意这种，不是不合啊，然后生气、啊。大家会不会以为你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啊？脾气很好、欸。其实敖犬脾气蛮好的、欸。脾气真的蛮好的、欸。对啊，就是他不太会生气的、欸。我最近没有生气啊。好啦，这一题啦，我看一下。最近都很开心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喽。大家不要问一些，大家好想跟别人比较哦，有没有就是真心的对敖犬的发问啊？你们可以再帮我选一个粉丝吗？哦，刚刚那个肖 love 不是秋荷宝没有回哦，秋荷宝没有回复我们，他只是真心的想告白，没有想跟我们视讯。那我们再选一个想跟我们视讯的人好了。那刚刚那个香港人要不要？哪一个？这个 Maggie Chan 好了。Maggie Chan， 你想跟我们视讯吗？如果你想跟我们视讯的话，你回答我们，然后把你的那个姓名跟联络方式留给我们。Maggie Chan 问了一题耶，
虽然知道是节目效果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蛮好笑的。但你们是不是真的讨厌威廉啊？这个不用测谎，我们就可以回答你。香港粉丝阿娇，哎，阿娇，我们没有讨厌威廉啊，为什么要问这个？不，大家可能觉得他的形象就很常被欺负，或者是大家会一起闹啊，就是效果啦。对啊。好，你的画册之后还有机会出吗？哎、欸、哎，这题好屌哦！这个蛮好笑，你放手放下。你想问 是？可以播吗？可以可以。好好，他说这网友蛮奇怪的，他说敖犬的尿尿会有分叉吗？这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说有点分叉。我发现，有时候比较早起的时候，会分叉、欸。为什么？我后来分析了一下哦，就是好像经过了一个晚上，你没有去上厕所，然后他那边会比较，他那边好像有一些东西堵住了，会不会讲太细？然后他就会没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没有正常的一个直线的出去这样，然后他可能就会这样，是一种方式。讲太多，讲太多，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拉回来。哦，拉什么拉回来？就是再用力一点。哎、欸，我风里面键盘手目前最好笑哎、欸！我们如果有年度颁奖，这个奖就是你了。你就是丹田再出力一点，就可以回归到正途啊，就不会分叉了。对，好，啊，手放上。玉明哥，喂。太 detail， 手放上来，可这没什么好说谎的吧？我很诚实哎、欸。对啊，好了，就尿尿有没有分叉过这样？有。这不就不用说谎了，他刚刚太诚实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没分叉过吗？大家都有。对啊。可是这问题很荒唐哎、欸。好会问哦。而且蛮好笑的问题。哎、欸，哦，算了啦，因为他刚忘测，没测心跳。哦，所以他刚刚是要电我，对，可是我也没被电、啊。他没有电你，他是要重新测心跳，再重新的。哦、oh, okay. ，好，这我们就不要再打电话进来喽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好，这游戏先到这兒。已经回答一题很屌。他说：“居然有没有观察自己尿尿有没有分叉？”难免啦，难免的。对啊，好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阿娇同学，请你私讯到我们的粉丝团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私讯的话，我们就会少一个私讯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游戏，我来看一下。对，联想，所以我们是在荧幕上看，对不对？好，联什么想？这个游戏就是说，它会有一系列的提示啊，例如说，可能，例如说，第一个提示是棒棒糖，第二个提示如果是老板、啊，那我们可能就是猜 Andy 哥，哦，就这样，那就是它会一个提示一个一个出来，关键那看谁先就可以一直抢答这样。好，我也没看过，对吧？ OK， 来吧。好，这蛮难的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题答案有什么。所以呢，输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，就是一个游戏。好。猜一个人是不是？来了吗？猜一个人，啊、我们随时可以猜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好，这样好了，每次有一个提示，我们就可以猜一个。我不要太广泛，我不要猜，我不知道。关韶文，我没有记星座。关，冷都南，什么是冷都南？就很冷的人。很冷。这些题目都是跟他有关的人物、跟我有关人事物，是不是？冷都南谁、冷啊？小玉不是射手座啊。射手座不是、欸。再给我一个提示。啊，严立正。邱胜翊是母羊座哎、欸。是谁先讲？我猜邱胜翊啊。不是啊，可邱胜翊是母羊座不是吗？他是母羊座。嗯。从第二题开始。来，你把他叫进来，你把他叫进来。你来，你先测他心跳，你问他出题有没有认真出。来，请坐。手放上。我就是呢，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想猜邱胜翊，因为我看到冷都南，可是我想说他是母羊座。提示一我就觉得不是他了。对，因为射手座整个倒错方向。你误导。好，来，敖犬，你问他，敖犬，你问他，你尿尿会不会分叉？不会。啊，你说谎了。哎，点他，蛮想。可是是观众有 care 他尿尿会分叉吗？一定有的啦。啊，你尿尿不会分叉？都很直。给他掌声鼓励。你好强哦。
居然不会分叉。可是就是说，虽然他难道不会分叉，可是他不知道邱胜翊是母羊座。对啊，邱胜翊是三月的嘛。整个搞错了、欸。他是四月十四号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记得他是母羊座啊。四一四。好好好，这题就算了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2007年的偶像剧。我是黑糖群侠传好了。黑糖玛奇朵。都不对啊、哦。Bingo。都不对。黑糖玛奇朵不是。好，下一题。黑糖玛奇朵。不是已经猜过就不是了嘛？五个字，转角，哦，黑糖玛奇朵对的，是不是？那刚刚已经对了、啊、所以是黑糖玛奇朵，答对，哦，刚刚谁说不对了、啊？进来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因为按题目的人不是出题目的人，他不知道答案呐、啊， okay. 好不好？他真心也在玩呢、啊，他也在加入这个游戏。你想进来跟我讲？好好，我选一分，我选一分。Okay. 好，有记哈。好来，哎、欸，我要认真玩这游戏。四个字，猜歌曲。I am the best 是四个字吗 ？I am the best， 这是五个字。I am、okay. 跟我有关吗好好？不一定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陈振，跟你跟陈振有认识吗？川哥啊。可是阿妹的经纪人啊，有认识啊。那重点是这个是什么呢？跟川哥写很多词、哦、但是四个字，哦哦、好难哦。下一个题是 ，Lesson in the 爱情学册。学啊对，哇，哎、欸，我自己都不晓得、欸。可是我不知道，那是川哥写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哦。对，那是川哥写的。因为我是看第三个，想说哦 ，Lesson 应该是跟学校应该有点关系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有在？爱情学册哎、欸，我上次也有唱。我应该是我还是乖。好了好了，啊，猜一部电影。校园青春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。答对。你在找？哎、欸，我两题。有啦，有。刚刚那些提示就是越来越明显。很明显啊。对啊，我才会追你。哎、欸，你很快答对、欸。因为很明显、啊。就一个校园青春。几比几？二比一。二比一。谁是二？他、哦。猜人物，天秤座。嗯，威廉，我刚才你要小心一件事哦，有可能答案不是天秤座、哦，答案可能是射手座的人哦。这怎么玩的、啊？这我怎么玩的、啊？好，提示了，提示了，一有一女，阿伟一起讲的、哦、我们看回放。好，一人一分，一人一分啦。我刚刚一起讲的。哎、欸，一有一女其实比较明显啦。好明显哦。好，其实阿伟真的是天秤座吗？是是是。好，那确定确定。那是他是。好，三比二，三比二。猜偶像剧四个字，跟我有关吗？因为有四个字偶像剧哦。黑糖群，哎、欸，黑糖的五个字。嗯，偶像剧。好，要不再一个提示？再一个提示好。初吻。啊啊！初吻，我的初吻。谁的初吻？有可能是你夺走某个女生的初吻，也有可能哦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只有唯一真爱、啊啊、真爱配方。对，我是不是很强？超强。哎、欸，我都自己很智障，我都猜不到。你是忘记演过这部戏？我忘记了。那真爱配方有很多人演，那有谁啊？周汤豪啊。对，周汤豪啊。魏曼。林一心。对，哎、欸，真的。好，你好强哦。不是，因为我看我一度忘记这个稍微冷门的事，有点时间了。可是你看后面啊，哎、欸，他叫 First Kiss， 真爱配方哎、欸，他叫 First Kiss， 有明世播的嘛？是不是那时候？欸、我真的有演吗？有啦，我好像叫严艺菲吧、嗯，不重要，我猜错了。刚刚那题好难、喔，记不记？我怎么会答对啊？三比三，好强哦、喔，配方。我要认真的，你玩的。好，亲密对象，獒犬。我的亲密对象，对象啊、就是敖犬女友，有这个选项吗？你们不会出这么没道德的题目吧？而且还怕你女友照片放下。对啊。喂。低调低调。好，第二题。哦，一定是个动物哦。啊狗啊。狗狗狗狗。亲密对象。还没有说出答案。鬼鬼。敖弟敖妹。Yes。哦，对。没有，我就想十二生肖，我不知道敖弟敖妹。敖弟敖妹，我的狗啊。歌曲是中文也是英文，很多啊。嗯，我现在就要猜了。好，你猜。My girl， 不可能那么好帮我打歌。电音嘻哈。啊，
电自我介绍，电师，电师是吗？哦，哎，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因为重点是他的提示最重点是，这是中文也是英文，哦哦，你要 catch 那个重点，好不好 ？Dance dance dance dance。最后一题，现在平手啊，最后一题了。哎，压轴这题没了就没了哦。在平手，所以就是亚洲十大女神第七名。我不知道这个排行哎。台湾首位登上韩国舞台的時候啊，鬼鬼啦，鬼鬼啦。哎，你是主持人，你都不附送这个东西。好好好，抱歉抱歉。哦，好啦，对啊。鬼鬼，我输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下你上一页回去一下，没有事啊。把他抓出来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要不要来垫一下？是在哪里？是呢？对啊。来，好 ，OK OK， 可以。答案是几比几？我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只能说，我比你还要了解你。你果然在 follow 我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真爱配方真的很难呢。很难，你居然会。我惊讶到我现在没办法冷静下来。你有看过吗？那时候没有，可是我一直都知道这部戏，就是我 follow 这部戏的周边。你果然是。哦，我可以指定他做一件事哦。好啊。不要叫我尿尿哦。示范尿尿如何分叉，所以不行不行。那个是随缘的，不是随时的。对啊。指定什么事哦？跟我合唱首歌 ，po 在你的粉丝团。哦。哦。哎，你知道我上次跟你那个直播，我就跟你唱得太开心了。然后你的那个音，被老板骂吗？你那个音真的很容易就影响别人。然后呢我其实现场有在尽量要音要准的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回去看播出，我真的走音了。可是网友都会留言，就是说都是我害的。哦，他们是可以分辨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说只要我在的场合，歌手是不会被骂的。那如果说我不在，歌手真实的走音，那就是歌手的问题，自己承担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今天都你承担，来吧，唱什么？你想唱什么歌？都可以啊，你擅长的啦。我擅长的哦，你最近有听什么歌吗？还红的也要你会唱啊，男女对唱的，要不然我们唱鬼鬼的，好，还是凯乐的都可以。男女对唱，我这两个都是我朋友，只唱一个会得罪人。对啊，那不要，两个都唱，啊，这么多啊，短的就好了。来，歌词，有没有情歌啊？男女对唱的那种情歌，还是有流行什么歌啊？制造浪漫，好，合太 old school， 那不然是你的年代吗？我想一下哦。还是我看一下你以前红的歌，你又要叫人家挑，然后你自己有很多意见，那你选一个。好，我选一个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啊。那你们还是你们推荐一下。我先讲一首我真的想唱的，真心想唱，不会走音的。没有这首。其实你唱歌很有，好，不然这样好了，黑社会妹妹的歌，哪一首？姐姐妹妹一起笑那首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好。姐姐妹，哦，好，可以。好，玉米哥，你要帮他录，等下传给他，不然他没东西碰。要碰吗？也很严格，很严格。我碰不碰你也控制不了我。对啊，就是看有没有手性而已。歌词，有音乐吗？有音乐吗？有音乐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对对，就是我爱黑社会。还是我自己放。我们快没时间跟粉丝视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聊得太开心了。好好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对，先去。这前面怎么录？当心李健老师好，今天要打考，口不停歌唱歌跳舞样样好，才是女主角。哎，我姓文啊，我只会副歌，你唱。是什么代号？我的部落格里留言快要被塞爆乱掉，姐姐妹妹一起笑，开朗微笑多好笑，梦想连谁都代表，我们青春洋溢刚好，姐姐妹妹一起叫。以前我们来主导，天马行空不说教，我们会和年轻真好。多久没听这首歌啊？我发现你是不是去 K T V 都会唱这首？没有，你那个 tempo 很准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刚有那种小碎词，你就拍子都好。小时候有在爱啦。哇塞，你最喜欢谁？妹妹。鬼鬼吧。哦，那电视坏了。
好，我们要来跟粉丝视讯了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说英文的比手画脚。哦，好，我们先聊聊天好了，因为还在跟粉丝联络中。好啊。这次新专辑你会宣传到什么时候？我会到，预计我是十二月中要去内地，继续做宣传。对，然后，现在已经快要到尾声了，然后就把一些通告做满这样。可是有一件非常值得夸奖的事情，就是这张专辑非常有诚意耶。什么？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出个几首歌，六首歌可以报金曲奖就好。你说凯乐，凯乐好像六首哎，就是刚刚好可以报名金曲奖、哦，只是为了那个标准去做。也不是啊，也不是刚刚好刚好、嗯。我只是说你这个行为真的是算是很行为，很花钱呢。不是，我觉得第一张嘛，然后一定要完整一点的，对，然后也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也给等我很久的粉丝一个交代。可是一个人出来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因为以前可能团体啊，就是都会有人帮你垫一些话，或者是你上节目就一个人要讲全部的事情。讲话方面还好，因为以前我是团长，你就话多就是话就要讲多一点。然后是表演的时候，就说真的会稍微寂寞，因为你以前旁边会旁边是你的战友们，对啊，然后你可能这一段跳错。然后你就赶快去旁边啊， 然后赶快推他出去跳，都可以。但现在你跳错，你就继续装没事。你就是跳错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这方面的需要再适应一下。可一个人还是有一个人的好处啦。你说酬劳不用分？对啊，这个是最直接的啦。不过我比较不会想那个，我就觉得还是蛮想念大家热闹的那种感觉。不过说不定有一天，哎，如果办合体了，会有搞头吗？会啊，大家这么期待是吗？那就看他 就等你们六个人都要有空啦，看大家咯。对啊，期待那天要记得通知我们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去现场。好，没问题。下一支的主打歌，我们等了非常久。OK， 因为已经有太多人跟我们预告了，已经预告到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预告什么？就想说你主打歌下一波到底是何时要出？因为你上次也讲了，然后我以为我们这次见面的时候就会出来了。预计下礼拜，下礼拜已经快了、啊，准备好了。我会先出一个预告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短版的，然后里面呢，我跟就是跟葛葛应该大家都知道了。对，那细节就先不多说，就是、看 MV， 有一点亲密戏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，不得了、啊。嘻嘻，是想象不到、啊。你看过剪完的版本了吗？当然是我盯剪的、欸。嗯，对啊。所以你是比你想象中的满意吗？嗯 ，OK。我觉得葛葛可以再骚一点。哎、欸，那他穿怎么样？穿的就那场戏是，就是厉害。你在床上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是不是有点想看了？你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你也是在床上穿什么就穿什么。是啊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闲时，但是我觉得健康的，健康的，但是有符合剧情的，符合剧情。期待一下《My Girl》第二波主打。好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测不是测谎机，视讯还没好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打给他们，跟他们讲话就好。好吧，因为已经跟歌迷联络了，只是说因为这个好像视讯没办法连线，连不到他，又看不到他脸了。对，看不到他脸了。没关系，他说说话也可以啊。好。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跟他连线，只是说观众看不到他的脸，对不对？好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啊。好，哎、欸，他是谁呢？是佩斯吗？是 ，Hello、欸。自己可以看到他的脸，然后他看一下，你做一个漂亮的表情给镜头拍一下。漂亮。有啦有啦，有有看到耶耶。Hello。好。好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敖犬吗？问哦，还好，就希望你能好好加油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你今天素颜哦。哪有？有还说粉丝素，我帮你拿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这是你家吗？对啊。我看一下你房间。不要啊，很乱。对我这样看就有点乱哎。哎，这是你哎。哎，这是我哎。以前的你。对啊。看得到吗？哦、房间有你的东西哦。对，它是我啊。啊，真的、哦。房间里面是什么？就哎、欸，有了，可以看的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、啊。房间里面是什么？敖犬的照片。哦、他喜欢你很久。很久，十一年嘛。对。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追啊？10岁啊。啊，那他才20几嘞。10岁可以分辨帅哥跟
不帅的人呢、欸。所以他就十岁的时候没分辨啊。是什么意思？就长大了说，哎、欸，我小时候怎么喜欢敖犬这样？不是，所以他没有喜欢威廉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小时候就觉得敖犬很帅吗？对啊，然后又觉得很认真，然后而且他很会跳舞啊。哦，对，就那。我之前有做一个那个滑板的专题，他有来现场跟我玩。哦，他是有跌倒的那个吗？你有跌倒吗？我忘记了。就有快跌倒。好好啊，好。那你觉得敖犬这次头发 OK 吗 ？OK 啊，还行。为什么要思考？我没有思考。有啦，等一下。喜欢的 OK。那你觉得关关的头 OK 吗？我觉得很可爱。OK 啦，这个就是习惯说谎。这个。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。好啦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再打给下一个人好了，我们再跟另外一个粉丝聊聊天。因为本来其实我们是要跟粉丝玩比手画脚，只是说因为现在荧幕连不起来，我怕大家看起来我们好像白痴，就是观众会觉得对，这节目到底在干嘛？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答应粉丝，我们还是跟他们来聊天。OK。很free耶，这个节目很free耶。我刚刚就是准备开始前，还有一条线好像坏掉，对，然后音乐放不出来，但还哎、欸、马上突然就好了，好屌！哇，就是这边，因为这边状况非常多。之前都这样吗？是那个小乐啊，哦 ，Hello，Hello， 马来西亚，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？Hello， 敖犬你好，你好啊，端端挡端端，什么意思？马来西亚的， Hello? 是马来西亚人吗？对。对，那你讲一次你好，马来西亚的话。阿巴卡巴。其实我刚刚是讲不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刚刚那句是什么？不是端端胆端端吗？啊，那个是就是先生女士才是端端端端。哦，搞错了，是先生女士，Ladies and Gentlemen 的意思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刚才你打找我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很开心哦，你居然选到我。当然，哎，你在马来西亚热吗？很热，一年四季都很热。哎，没有，应该没有季节，就是一年都是热带的。哦、oh. ，对，我很想念马来西亚的肉骨茶。期待你来马来西亚。好啊，那你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已经。开始上班了啊，看不出来哎、哦，他看起来很小是吗？那你觉得謝謝？你觉得这个主持人他长得怎么样？很可爱呀、啊！谢谢谢谢。来说谎了，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。他刚刚开始上班就说谎了，对啊，当妈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有买敖犬的新歌吗？有啊，这等寄过来。哦，跨海买的。哦、OK， 啊，那個、你会唱吗？不好意思了，唱歌五音不全。没关系，你可以 rap。唱一句啦，一句。不要啦，等一下会伤害你们耳朵。伤害我们耳朵。好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敖犬说？就很紧张，第一没想到你居然选到我跟你一起视讯。对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我是讲。希望你能来马来西亚哦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粉丝都一直期待你的。在等。好好，马来西亚的粉丝，有一天我会去跟你们见面的。好，谢谢。期待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会一直加支持你哦。好，加油，给你看一个。哦，加油。给你看一个小肩膀。拜拜。神经病。猜不透我吧？猜不透我。你蛮好笑。勾引粉丝不行啊！什么小肩膀啊？我都是用这种烂招，然后把粉丝的心留住。可是真的是他的那个角度看的还没有前面的人多哎。对，那个前面的人看那个肩膀看那么多哎。好，刚刚那两个粉丝可以获得签名的拍立得，我们再拍给他们，好，然后你们再传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，这样。OK。好，那现在剩下的七分钟呢，现在就是没事做。好，我们就真心的来跟大家聊天啦，好不好？我刚刚都很真心啊。对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流程了。好，所有的流程都结束了。好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刚刚那个阿娇真的很可爱耶，因为他说因为不能视讯留言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刚刚选到他啦，对，然后他不能视讯这样。
他说从 V 台开始的时候就到六磅，再到你们分开工作，然后都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觉得很感动，觉得哇。在关关前面说五音不全，他就回刚刚那个粉丝、哦。算了，他们看节目吧，你我们来聊天啊。好，对啊，真心的聊天，你想聊什么？都可以啊，你刚几乎都你连尿尿都问了。对啊，好，接下来还要干嘛？你说宣传完这个之后要跳舞是不是？这个这么简单，这我会啦。哎、啊，可是他音乐又坏了、欸。音乐坏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听得到。哎、欸，你要跳，你这规则哎。好累哦，这局。来了，你会了。哈、欸、皮。我后面也有忘了，我只记得到最后要这样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有点突然，那个 DJ， 好，他不是 DJ， 他只是一个以为邱胜翊是天秤座的人。好，射手啦，射手不是，对，他还纠正我的。我发现你们今天整个工作team有点神经病，好坑啊！就是我讲的天秤，他还说天蝎，他写的是射手。你们是想下班了？神经病 ！OK， 我们刚刚录完可以下班放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接下来要干嘛？就是说你把那个专辑跑完宣传之后，哇，怎么还有歌啊？这什么歌啊？跳，这什么歌、啊？哎、DJ， 哎我，哦、啊啊，这个我不会跳哎、欸，但是你要跟着做，超屌，我觉得他在等我。我不要跳了，我要退出这个行列。啊应该不会随便再有题目了吧？啊，应该不会随便再有题目。应该不会吧？好，反正时间也不多，剩两分多钟了。OK， 好，就是说你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专辑宣传完之后，还有什么计划？我要，我看到什么会按？你跟那个 DJ 对到眼。我要去内地宣传，然后我就会进组拍一个100天的戏，所以可能又要好一阵子没办法跟大家见面。哎，这次跑完宣传，有没有觉得感触良多？因为我们看你可能去跟那个小米姐上节目啊什么，就是天哪，遇到太多以前的人吧。你们只要一拍照，我们就是勾起很多回忆，真的，包含那个什么流行音号是，流行音号，对，流行音号，对，我觉得就是。因为很久没有在台湾宣传，然后我觉得跑了各大节目之后，发现哎、欸，以前那些朋友就是工作人员，其实本来都在同一个 team 做，但他们还是在这个行业，对，只是在不同的节目。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还是我的家，对，我很喜欢在台湾宣传的感觉。有感触良多吗？就是说天哪、啊，小时候。以前可能上棒棒糖的时候还是一个不知道这世界在干嘛的、啊、就是去跳跳舞因为觉得很好玩，然后过了十几年居然、啊、哇一个人发片了，大陆也蛮红的，这样就是尽量让新的朋友可以再认识一次全新的我，这样。然后我看邱胜翊他也发片嘛，王子，然后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就是我们那群人还有人在为了音乐在努力，大家都还在，大家都要加油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歌迷说啊？最后了。好，就是很开心啊，这是带来我的第一个个人专辑，那准备了很久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给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我，就像专辑名称一样 ，transform 变。那我觉得人生嘛，人生不是只有一二三而已，可能还有很多次六七八九十。像你先做一个很大的突破，非常欣赏你。还是你觉得这样对你来说不是突破？我觉得蛮突破的，因为假还有三个法库加在一起。哎、欸，那个可以收工给我吗？你真的要吗？我明天用这个头。好啊，好，那我等下拆一下。有点紧是不是？好，对，可拆一下应该是可以带的 ，OK， 蛮好用的。好，最后一分钟 ，DJ 还有歌要放吧？ DJ? 没歌了吗？你挑一首啦，你挑一首作为今天的 ending。哦、你还想控制我们啊？他还有设定时间点，他说、啊、我两首歌间隔不够，我觉得最后一首神经病，最后一首玉明哥要进来，好，反正很真心的跟大家推荐敖犬的新歌，就觉得说啊很用心。好，最后再讲一下，就是我这次拍了4支 MV， 对，现在你们只看到 I'm the Best， 对，然后接下来会有 My Girl， 然
然后会有Fire in the Sky， 还有 Young Sinatra 那首全英文歌。对，每一首 MV 呢都非常用心制作，都会在我的 YouTube 官方频道跟你们见面，希望你们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官方频道。这是头一首。好累啊！他们已经看到，我不要跳了。他们已经看到很烦，我要在旁边。玉米哥过来，来。谢谢阿轩，谢谢谢谢关关，没了吧？我觉得今天好像太。